3, 2, 1. Hello, 欢迎来到二八九酒店。你好，我原定乐音地方见，现在人数。好的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 Edward。电视乘客邓启宝，给我你的护照。很好，你订了一间单人间，至少还请付百元。你怎么付？现金还是信用卡？现金。请稍等，这是你的房卡，房间才有人付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。欢迎来到北京饭店，有什么不方便？我想有订房证。你想住进晚上？我想住三个晚上。你想单人房还是双人房？一间单人房。您坚信？您叫第二。我姓米，叫米凯朗基罗。米凯先生，请你听先这张登记表，然后给我你的记号。好。你订这一间单人间，需要现金500元。您怎么付？现金还是信用卡？我们这时候信用卡。跟你来。第二。请稍等，银协，这是你的房卡，38，好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一个礼拜。